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解决方案经理祖拉亚提。那今年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大华全新一代的指挥中心的一个架构，一加三加 N。一呢是代表指挥作战的主台，三呢是代表系统的中台 ，N 呢是代表 N 个应用子系统。那三加 N 呢是服务于这个指挥作战的一个主台，那为指挥中心呢打造一个掌大局、观细节、全融合、高协同的一个指挥调度驾驶舱。那指挥中心呢，它是一个多功能复合型的场所，它是应用在不同的行业中。那它呢是在整个业务流程里面呢，它是一个大脑中枢，它是可以帮助更好的、更快的去采集信息、危机判断、联合指挥。那今年呢，我们是完全还原了指挥中心的一个场景，是给大家演示了我们是如何做到指挥融合调度。